柯市长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相信他跟郭董也应该认识嘛。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往来其实蛮正常的，那所以其实柯文哲很不错，在这10年来也给我很多的协助，其实我对他都充满着感谢。所以你跟郭台铭董事长真的有聊到说你选我不选，还有正副搭档这样的话题吗？鸿海的总部啊就在新北市，我们金花旗在长期点业里面跟总部的同仁，为了新北市的经济发展，他们一定有业务上的联系。那郭董是我们台湾经济产业在整个带动的领导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所以郭董对台湾的奉献我也非常的敬佩。啊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，我们把每一个人的角色做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卢秀燕市长说怎么搭档都可以谈，现在国民党内有传出侯郭配、侯卢配、侯朱配，你觉得哪一个在总统大选最有可能出现？秀燕市长在中部做得非常的好，所以卢市长其实他是本着为这块土地多做事的精神，那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态度，不管是台中市、新北市，都会为我们的市政继续的努力跟打拼。